第一个春归鸟，第二个金陵是石山石菜，第三个红昭院。来看一下你们要先看哪个舞蹈，一二三，三二，都喜欢红昭院，好像红昭院。等一下，主播可以点点关注，谢谢。电脑用户在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在左上方。然后我们接下来跳一下接下来要看的舞，刚才跳的是红昭院，这衣服不方便跳红昭院其实。然后大家有心的可以点点心，电脑用户在最下方。然后那个哦不对那个，然后电脑用户记得麦序右键一下，麦序上主播们的关注，谢谢。我们来选一下接下来要看的舞，刚才跳的是那个红昭院，现在我们选一下第一个春归鸟，第二个金陵十三钗，大家选一下要看哪个。第一个春归鸟，第二个金陵十三钗。感觉我说话好像不利索，对对对，三
人间朝夕故事中原来是你一生山水为情想做那滴水三更天上
大家喜欢直播记得点点关注，谢谢。电脑用户在右下角，手机用户在左上方。然后有新的宝宝们点点心，谢谢啊！我看到你们给我点到1000了 ，Thank you, Thank you， 谢谢大家。然后我们最后跳最后一个舞，最后一个叫《春归了》，这首歌很好听，然后推荐给你们，希望你们可以喜欢。春归了，好热。我是一个没空调的主播，哎，只有电风扇，听到电风扇声音了吗？啊，热死了。买一个空调，我的天。流淌绕指量